他们是在阴我，然后他们只是为了要跟南投市政府交代结案。陈小姐情绪激动，控诉饭店业者。一家四口到南投日月潭三星级饭店入住，想舒服泡个澡，没想到浴缸的孔洞流出有如奶盖的泡泡，每隔几秒钟就会流出，吓得她不敢泡。有咕隆咕隆的声音涌出泡泡跟污水，甚至还发现饭店的阳台有指甲。她之后向南投县政府投诉，居然被饭店业者说她狮子大开口，想敲诈。说你狮子大开口。我是觉得怎么会这样，就一万块吧，那个价格本来就不是那个一万块，在那之前跟那之后其实都没有客人反映有这样的状况。饭店人员自拍自断影片，这个孔是溢水孔，只要浴缸水位高于三分之二就会透过孔洞把水排出去，但对照陈小姐拍下的影片居然是流出来，到底出了什么问题？也就是帮他整理过打扫，他也不要我们上去，是要把我们准备好的茶叶礼盒送给他，他也说不要。那我们想要休息了啊，他就说要给我茶叶，那我也跟他说我没有要喝茶。饭店愿意赔偿两罐茶叶以及船票，但陈小姐不喝茶也不敢搭船，予以拒绝。两礼拜后等不到饭店答复才会申诉。不是很卫生，也让我觉得不舒服，那我并没有要去要求什么赔偿。饭店以房价约3-4千元，陈小姐要求万元赔偿不合理，不愿意接受。但陈小姐澄清，她绝非张口要钱，而是认为饭店没有诚意解决。目前双方还在协商，没有共识。三立新闻综合报道。